今年的全民运动会就要在花莲来举行，为了要期待台南市的代表队会使得到好成绩，市长黄伟哲特别授旗予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雄，期待讲台南市的代表队会当再创佳绩。今年全民运动会在花莲县举办，台南市市长黄伟哲上午亲临将旗交予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。市长黄伟哲期待台南市代表队取得好的成绩，鼓励选手要有运动家的精神，以及发挥长期的实力，为台南市摕冠军。今年我们会期许我们的选手再接再厉，更加努力。虽然今年是在花莲举办了，但是我想说，这个台南市还是做好充分的准备。那我相信这一次希望说奖牌数能够再向上提升。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体育处表示，台南市今年总共报名25种参赛的项目，派出766位选手以及队职员参赛，是这几冬来人数上届多的一次，阵容真大，欢迎台南市民为选手做伙来加油。一届全村二号平安三二三，记者陈嘉生，市政府采访报道。